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啊，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第四章的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谈话的时候，他讲到了关于活水的问题。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不管我们生命遇到多少的艰难，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主都能够喂饱我们。在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只涌到永生啊。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借着这段话，他指出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的生命常常是黑暗的啊，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干渴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得不到这个满足。我们从世界上可以得到很多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学位啊，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这些我们都可以得到，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给我们得到实质的满足。我们这个礼拜五我在青年团契我分享了今天世界上这些学问啊，这个世俗的一些学问，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世俗的学问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耶稣借着这段经文，他指出了我们世人生命的光景，他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告诉我们在罪恶中我们不能够自拔，告诉我们人心是干渴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我这里边有一个统计的数字，说在全世界今天得忧郁症的人有1亿2200万人。在美国呢更多，西方国家忧郁症得病率是22%。我不知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也因为一些事情睡不着觉，或者工作的压力，或者生活的重担，或者人际的关系，我们感觉到有些睡不着觉，然后忧郁，有淡淡的忧愁，22%比例很高，所以很多人在学心理学。我的女儿也去学心理学，准备讲来说是不是可能是用这个方面来服侍帮助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学心理学的人自己心里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你问问他就跟我说，他说所有学心理学65%的人有窥探别人心理的这种喜好，想了解别人心理的问题。那其实他自己当他学心理学头一两年，他也要解决自己心理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心理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人他愿意看医生，有的人不看医生，对不对？但所以你看在世界各地每一年估计有超过100万的人死于自杀啊，今天中国的自杀率会更高。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叫什么富士康的12跳啊，那12跳他就很奇怪的，他就不断的从一个方式来跳来跳来跳，来寻找这个人生的解脱的方法。人生不可以解脱的，但这些人可能你觉得是工作的压力，他没有一个好学位，没有好工作，他可能有这种压力。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当一个人他的学位越高的时候，他找不到真理，他会越忧愁。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海参崴，那个海明威，你们知道海明威吗？海明威写了一个著名的作品叫做《老人与海》，他就讲到人生的无奈。《老人与海》就是讲到人生的无奈，对不对？读过吗？我们在大陆很多都读过。这个老人出去打鱼，打了一个大鱼，然后他就把那大鱼想拽回来的时候，一群的鲨鱼在攻击这个大鱼，想把这大鱼这个吃掉。他就拿着那个桨就不断的打那个鲨鱼，希望那鲨鱼不要吃他的大鱼，然后最后他等到岸边的时候，那个大鱼被鲨鱼吃的就剩一副骨头架子。然后他也累得精疲力尽，他这个小说表现了人生的无奈。我们一生好像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大的成果，我们抓一条大鱼我们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往回拖，拖的时候整个的环境就不允许你拖回来，不断的来吞吃你的理想。等他走到岸边的时候，他发现他人生的奋斗了一生一事无成，原来是空的啊，是一副鱼的骨头架子。那海明威最后他怎么结束他生命？他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人生毫无意义，没有出路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午后的死亡》，这本书可能我们都没有读过，但是我们读过他的《老人与海》，Death After Dawn，午后的死亡，他写了这本书就表示他人生的无奈和态度，他解决不了他自己的问题。那后来他怎么办呢？他后来自杀了。他自杀的时候，他选择自杀的方式，因为他是一个名人，名人，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名人，所以他就用这个他的心爱的猎枪把自己脑袋轰碎了，一个长的猎枪，长的猎枪打你自己头很难的，对不对？他怎么打知道吗？他把这个枪管插到他嘴里边去，然后他把那个脚尖儿、大拇脚趾插到这个扳机上踩下去。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一个诗人叫孩子，读过孩子的诗吗？孩子是我们的老朋友，在北大的时候，我们同时代的人，孩子写了这个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写了很多很多的诗，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多都耳熟能详对他的诗。其实孩子在没有自杀之前，他就在寻找人生的出路，他找不到。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他并不是中文系的啊，他学法律的。他是农村一个农村的孩子，考进北京大学，那是个天才。毕业以后工作也不错，他找到一份工作，在中国的政法大学，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刚刚的这个建立。招老师，所以他就毕业到政法大学去教文学，因为政法大学的学生也需要有些文学的素养，他就学文学，所以他在那儿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很多很多的诗。可是他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在1989年的四月，是大概是四号，他就四月四号是愚人节是吧？是四月几号愚人节？四月一号，他跑到山海关。他选择了跟海明威一样的壮烈的死法，他卧在轨上，那个列车把他压为两段。所以人生没有出路，没有出路。我们看到这个没有出路的人并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农民反而没事儿，最危险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读了博士硕士的人，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做学问的人最危险的。这个其实我跟你讲，华人在美国的自杀率最高的是博士，你看他哪个自杀的不是博士，都是博士学位的，对不对？其次是硕士嘛，再其次是学士，自杀率最低的福建偷渡客，那个餐馆打工的，偷渡来的福建人，对不对？打也不死，杀也不死，关也不死，怎么都不死的。为什么？他们人生的出路很简单了，他不会像我们寻求那么多的要寻求的东西，所以我们从看到说，耶稣说这个世界不管多少学问，不管什么样的哲学，我们来到海外，我们学习西方的，其实西方是非常物质化的一个国家，我们来到美国发现美国是非常物质化的，我们来了以后寻求理想的人往往理想找不到，在美国找不到。我们在中国可能是一流的人才，我们来到美国发现我们再一流的人才，我们在美国的公司里边，我们也是要被别人领导的，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凡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借着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讲到我们人生的光景，没有出路的光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四章一开始说耶稣在传道的路上，他走到一个地方叫叙加，他在叙加这里有一个井，这个是个古老的井，这个是雅各时候的井，雅各我们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这个是犹太人的祖先用过的井，这个井是非常古老的，当然这个井水一定是好的，因为雅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非常聪明，所以他打的井不会太差，不会太差，而且能够那么多年还有水供应，这个当地的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中午的时候他来打水，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得很清楚，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的时候是在中午，太阳是最热的时候，尤其在阿拉伯地区中午人们都不出屋的，
阿拉伯地区的房子你们没有看到，如果你我没有看，我也没去过阿拉伯地区，但是我去过 Albuquerque， 去过新墨西哥州，在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你会看到他们盖的房子都是装的很小的平房，有点像有点像印第安人住的那种房子，窗子非常小，它在上面还可以这个那个晒被子啊，什么打玉米啊，可以在房上面平顶的那类的房子啊，这类的房子有个特点，就是它墙是用土做的，非常的厚啊，太阳是晒不透的，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呢，中午的时候人都躲在房子里不出来的。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她这个时候她出来打水，所有的人都在午睡或者休息的时候来打水。为什么她在这时候打水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后来告诉我们他的问题，他是一个罪人，他不想见外人，他也不愿意外人见到他，这是他的问题啊，不让人外人见到他，因为人一有罪啊，有了什么不好的名声，怕别人议论，他就不愿意面对别人啊，尤其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边，如果一个人女人名声不好，那全村人都知道啊，全村人都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的，所以他中午来打水，对他来说，这个女人人生是黑暗的，人生是干渴的，他永远解决不了他的罪的问题，所以他那一天中午来打水，他遇到了耶稣，这是他生命中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遇到了耶稣基督在井边，耶稣看他打水，耶稣就朝他要水喝，说你，请你给我一点水喝。他看耶稣是犹太人的样子，他就说，你怎么是个犹太人朝我要水喝呢？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个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是一个杂交的地方，生了很多的混血，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瞧不起他们，犹太人不许他们来到圣殿中，犹太人也在习俗上不与这种人来往，因为与这种来往的时候，他们犹太人觉得这个犹太人就是不干净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敢这个碰撒玛利亚人。当然撒玛利亚人当然也不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在自己的山上建了一个圣殿，说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就在我们的山上敬拜就完了。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他就还对耶稣提出关于敬拜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再讲敬拜，我们重点讲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当耶稣朝他要水喝，他就对耶稣说，你是个犹太人，你为什么朝我要水喝呢？在这个第十一节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在这之前他问耶稣基督，你为什么朝我要水喝？耶稣说，你若知道，第十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也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耶稣说，我向你要水喝是喝肉体的水，但我给你的是生命的活水，你喝了呢就不会再渴。这个女人她就很奇怪，她说，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你怎么能够把生命的活水给我呢？把活水给我呢？这个耶稣就告诉她，我是谁，然后耶稣就说，凡喝过这水的还要再渴，你喝了雅各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但是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最重要的经文，这个经文没打上来啊，这个直涌到永生啊，直涌到永生。所以那么这个妇人立刻说，哎，这个不错，那你把这个水给我好了，我喝了就不再渴了，我也不用费劲巴拉的，我中午来打水，我也不想中午来打水，中午来打水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要朝耶稣说，你现在就把这水给我啊，把这水给我，我喝了就不会再渴。那耶稣就对他提出个条件，说你喝着水可以，把你的丈夫叫来也喝。这里边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犹太人的丈夫，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男人是做老师的，男人是教导女人的，男人是教导妻子的，所以妻子很多的关于宗教的知识和世界的学问，是要问自己的丈夫，
所以他这是告诉你带你你带你的丈夫来。那第二个层次是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她有问题，那她的问题就在她丈夫的身上。她怎么说的？你看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她说你的丈夫让你丈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第十七节她说我没有丈夫，她否定自己有丈夫。那么这个她的丈夫是她的生命的一个干渴，是她生命的一个黑暗，也是她目前的生命的光景。耶稣说你没有，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是没有丈夫，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那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这个女人她有五个男人，现在跟她在一起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这个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当年我在20年前，我在中国的农村，我跟一个农村的妇女，她给我带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她问我你知道什么意思？我说当然，这很容易理解嘛，离了四次婚，结了第五次，她说你看她写的第五个不是她的丈夫，我说那就是在谈恋爱过程的，正谈恋爱呢，她等着结婚还没结呢。就是第五个男人同居了。他问我一个问题，在那个年代，在当时的风俗里边，他可不可以离四次婚？哎呀，我就想这个是蛮难的。不要说在当时的风俗里，就今天你离四次婚，你这辈子离的也就差不多了啊。你要能离四次婚，你也得离10年、8年、20年，对不对？也不容易。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文化里边，那离婚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女人随便想离来离去，再去嫁一个人，几乎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女人其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圣洁的女人，不洁净的女人，她常常在作风上犯错误，我们所说的作风错误，常常因为她会出轨，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她不断的换男人。那么也许有人说她是靠这男人来生活的一种人，这也可能。耶稣说把你的丈夫带来一起，你丈夫也需要生命的活水。她说我没有丈夫。人们当遇到神的时候，人们不愿意认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罪。这个女人是有罪的，她在这方面是不洁净，她是有罪的人，所以她也不愿意认。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我们来到光的面前，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心里是幽暗的，我们也不愿意承认我们生命中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很难放下我们的重担。其实认识耶稣基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就这么简单。有的人说我要信耶稣，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我们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都很谦虚，我们不叫谦卑这叫谦虚，说我不够格。我是想信主，我也想做基督徒，可是我觉得我不够格。为什么不够格呢？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和要求。这个想法有其道理，这是根据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的。但是这个想法不对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首先第一点就认识到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够好，你就够格了。如果你觉得你是好的，你是个好人啊，你好到不能再好了，谁都讲你好，那你就不够格，你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不够格。认识耶稣首先是要谦卑的来认识他。我记得好像我有一个朋友讲说，在欧洲有一个大教堂，它的门是用青铜来做的一个门，耶稣就在那个门上面，可是过往的人没有人找到耶稣，看不见，就看到那个门就是一个铜门而已，上面有些不平，那个门的纹络不是很平，但是看不到耶稣。有一天有一个人这个可能腿脚不太好，上台阶的时候啪嚓一下摔大跟头，跪在那儿了，一抬头看见了，从下边往上看，那个门上就能看到耶稣的样子，就像我们今天好像看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用豆眼就可以，斗鸡眼就可以看见，对不对？那个东西好像我也看过，是
画片的东西，对不对？你就看到里边儿，有数字，里边有建筑，里边有东西。可是你正常看看不见，一样。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需要我们谦卑，需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固有的文化、传统、知识、学问，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女人在这时候她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在她的面前，耶稣也愿意把生命的活水赐给她。耶稣赐给她生命活水没有任何条件，就是认罪悔改，告诉你你是个罪人，你要认识到你的罪人。所以这个女人就不得了了，哇，这个是个先知，她知道我有五个丈夫，而且还知道我现在这不是我的丈夫，她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她一个路过的人，她能知道我，这不就是先知吗？所以她立刻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看出你先知。那这个然后她就跟耶稣讨论了敬拜的问题，这个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然后呢，当他信了耶稣，他就丢下了水锅。二十七节说，当下门徒回来的时候，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话，然后呢，这个妇人呢，第二十九节，那个妇人就出去了，留下了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二十九节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过去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那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因为这个女人认识了耶稣基督，她就众人就从离开了城里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一个人罪人悔改啊，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世界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不管我们读多少学位啊，不管我们的工作多么成功，你都不会得到满足。也许你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并不是世界的东西你得的少了，而且是得的多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生下来就是要抓啊。我们知道雅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抓着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啊，所以雅各的一生就是抓。雅各的一生很代表我们的一生，抓什么呢？抓我们眼睛所有能看见的东西，我们抓物质的好处，啊，我们抓名誉地位，我们抓我们该抓的学问，啊，我们抓一个美女成为我们的妻子，我们抓一个帅哥还是有钱的帅哥成为我们的老公，然后我们再抓孩子，一男一女，啊，我们就抓，抓完以后，我们抓的觉得差不多了，我们还是不满足，永远不满足，而你发现。越有钱的人越贪婪，越有钱的人越多的东西他讲越多。洛克菲勒当年，你问洛克菲勒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说更多，更多，我要做更多的钱，这是下一个目标，对不对？人生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这个在美国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断的抓抓抓，我们抓一切所需要的，我们抓名利，抓地位，抓钱财，抓享受啊，我们抓美名，抓享乐，所以这些东西并不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我们知道有一个英国一个最出名的人，就是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拥有了皇室各种的物质的享受，她有了皇室的尊荣和财富，她有了大众的拥戴和喜欢，她成为那一代青年人的眼中的什么叫我们管他叫什么他有一大堆的粉丝，那这个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又漂亮又有地位然后又成功的人，可是他得不到满足，那心里饥渴枯干得不到满足，他在后来他的人生很悲惨的，我们知道他很悲惨的，后来他出了婚外恋啊，除了婚外恋，他这个除了婚外恋以后，这个皇家就总是派这些人去跟踪他，那么而且这个新闻记者狗仔队也不断的在追踪他，最后被狗仔队给追的车出了车祸，追死了。
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耶稣宣告，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边成为泉源之涌的永生。耶稣讲出了这个世界的定律，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人们就试图用世界的各种的东西来解决我们心里的干渴，可是我们会越来越渴，甚至我们的心里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人用泥土造了亚当，那么神就给亚当一口气，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当人离开神以后，我们这个灵就死亡了，我们与神就隔绝了，我们与神不通了，所以世界上我们就不断的向其他东西来满足我们，使我们的灵得满足，可是我们得不到满足。这个灵必须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得到满足啊，所以让我灵满足，使我能敬拜你。我就常常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人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我那天我跟这个师母讨论，我说这个你知道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人有敬拜的功能，动物没有，其他都差不多。动物有别的功能，人想找吃的，动物也找吃的。人有爱情，动物就没有爱情啊，动物也有，对不对？我们可能不叫它爱情，但是它有冲动，它也可以繁殖后代，它可以建立家庭，它有自己的领地，它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自己的喜好，它有它那个美丽，但是它不会唱歌，动物不会敬拜，唯有人，神创造人，有灵的活人，他会敬拜神。敬拜是人跟动物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这就是灵魂的苏醒。当我们敬拜他，就是灵魂的苏醒。所以人就有敬拜的这个功能。人如果不敬拜一个真神，他就一定找一个假神，他找一个假神去敬拜假神，他或者敬拜金钱，他或者敬拜名利地位，他或者敬拜某一个领袖啊，某一个领袖。所以当我们找到神，一个圣经说，当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认识他，一个人才刚刚的有智慧。因为我们不再敬拜假神，我们知道敬拜的那些都是靠不住的，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面前，他是永不动摇的啊，永不动摇的。所以十三节到十五节说，就是说属灵的生命与肉体的生命一样，都有饥渴的感觉。肉体的生命的饥渴是靠物质来满足的，是靠名利地位来满足的，可是属灵生命的饥渴是靠着圣灵来满足的。所以耶稣讲到这个活水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永远的生命，当我们喝了神耶稣所赐的水，我们永远不渴，因为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边，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第二个就是圣灵，圣灵也像活水一样充满我们的心。你看七章三十七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节期是指整个他们祝棚节，犹太人的祝棚节，那是个很大的节日。当节期最后那一天最高潮的时候啊，大家都在外边唱歌跳舞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说了，你们这些都得不到满足的，到我这里来，我会将活水给你。圣经解释这段经文是要神要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饥渴，不再饥渴。那么第二点，神的圣灵的活水，它不仅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饥渴，它也能使我们来得到医治啊，得到痊愈。一个人在一个生活的过程中，从小到大他会生命中遇到很多的伤害他会遇到很多伤害，他里边会有很多的伤痕。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得到生命，我们就得到医治，我们就改变一个人。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什么意思呢？一个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他就像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残疾人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瘫子他站起来了，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瞎眼睛他打开眼睛了，他就是个新造的人。一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苦毒的人，他一下子变得喜乐平安，能够祝福别人帮助别人，不在苦毒中，他在一个喜乐的泉源中，那他就是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人跟耶稣的活水有直接的关系。耶稣说，你来喝我的水，你就成为新造的人。你们，你愿不愿意成为新造人？愿意的说愿意，愿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你要反一下，你不睡觉了啊，对不对？要不我看你都差不多了啊，我讲到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愿不愿意成为新造人？对你旁边说，你愿不愿意成为新造人？愿意，感谢主。那成为新造人多么好。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旧约圣经，看到这个在列王记的下，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一个医治的故事。我们在这故事看到说，这个有一个亚兰王的元帅，这个故事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亚兰军队打胜仗了，亚兰王有元帅叫乃曼，是大能的勇士，大而可畏的勇士。那么他在他的主人在亚兰王的面前呢为大。为什么为大？在战争中耶和华是他战时得胜了啊，好多国家被他打败了，甚至那时候以色列也是臣服在亚兰王的脚下啊。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大能的勇士呢，他却有一个病。他什么病？他长了大麻风。你看他这个圣经记载很有意思，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在王的面前尊位大，他也长大麻风。所以人不要太大并不见得什么好事啊。嗯，那他们家有个小女子，是他们打仗的时候从以色列掳来的一个女子。掳来干什么呢？当一个国家被打败了，你的男人就要充当壮丁，女人到家里做保姆啊。这个小女子被掳来了，就给他们家做保姆。她得了这大麻风，那个时候的大麻风是不能治的啊，是治不了的这种病。那么他想尽什么办法，因为他位啊，他的很高的位子，他是大国家的大元帅，国家所有的医生他都随便使用，治不好。所以这小女子出了个主意，说我们以色列撒玛利亚有个先知啊，叫以利沙，你找他，他能够治你的病。我们这段经文大家都读过乃曼的故事，对不对？那么这个乃曼呢还不错，因为为了大麻风挺不好看的，你知道吗？这个一个大元帅总在千军万马之前站着，还是大麻风病，谁都不敢碰，因为麻风是不能够碰的，一碰就传染啊。麻风病人，我们前几天，咱们现在中国云南还有麻风病人哦。我们前一段，我们孙弟兄来到，孙医生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这种人叫做不可触摸者，不能碰，因为医学上是不许你碰他的，所以他们就在一个村子里，他们不可以出来的，他们就在那村子里边生活。孙医生去看他们，孙医生帮他们盖房子，孙医生给他们这个洗伤口，为他们治病，因为耶稣的爱，带着孙医生到了云南，他看到很多不可触摸者，不可触摸者。他说有一个人，他是在路上碰到的，在一个山路边上有一个小草房，有一个不可触摸者，一个人躺在那里，周围最近的人都是10公里之外，没有人的，因为他也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别人见他，所以孙医生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月。帮助他把房子重新建了，被子都给他洗了，一个男生啊，一个弟兄哦，去跟他住一个月，把福音传给他，信耶稣。乃曼也是一种病，叫不可触摸者。乃曼当时不可触摸，一个国家的元帅成为不可触摸者，是羞辱的事情，对不对？不能触摸怎么办？他要治，人当我们身体有疾病，我们都需要治疗的，内心有疾病也需要治疗。他降杯来到以色列，以色列是战败国。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他带了国王写的信，亚兰王写的，给以色列国王写的信。那这就是一个战胜国写给战败国的信，这封信那就跟圣旨一样，对不对？那开玩笑呢，他拿着这封信，他不仅拿信，他很聪明，他其实还蛮谦卑的啊，他还带了很多银子。带了很多金子，还带了很多的衣物。那么他为了这个给以利沙觉得医生给我治病吧，先知给我治病，我总得付点这个治病的费用，所以他带了太多的东西。带了多少呢？他带了金子6000舍克勒，
带了这个银子十塔连德，啊，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了，那都是用驴和马来运的，是拿不动的。还带了十套最好的衣服，要给伊丽莎，他来看以色列的君王。他到以色列君王这儿，就把这封信，亚兰王的信，给以色列的君王说：“你看这封信。”啊，这个以色列的王一看吓傻了，告诉他说：“这封信怎么说的呢？”这封信说：“这个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就这么简单几句话，你这不是无赖吗？他怎么能治好他大麻风，对不对？哇，这个没办法，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就立刻就把衣服撕裂了，就说这不是欺负我吗？我怎么会治大麻风，对不对？他说我岂是神呢？我又不是神，我怎么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就撕裂了衣服撕裂了衣服。他说他一定是想办法来攻击我，让我如果治不好大麻风，他就会再侵略我，或者再加什么上贡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他一定是找茬来了，说白了就这个亚兰王是来找茬来了。在这时候先知以利沙就告诉以色列君王说：“不要怕，你让他来找我，找我。这个国家虽然我们弱小，但是我们有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这个乃曼就带着仆人就找以利沙去。我们知道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就简单的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你到约旦河去。”不见得，以利沙就没有开门，他就没有见过伊丽莎。他的仆人告诉他说：“我们的主人说让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就好了，沐浴七次。”那这乃曼一想，这什么事儿，对不对？那个约旦河，你们没去过约旦河，对不对？我也没去过，但我知道约旦河绝对不如我们黑龙江的呼兰河水宽，也没有那个水深。约旦河的水很多地方就到这儿，就非常浅，非常浅的约旦河。那我们当时现在朝圣去，我们到约旦河去，到以色列拿小瓶灌回点水来，坐飞机带回来。然后约旦河的水啊，有时候给别人施洗，就用这个水施洗，这个觉得一个属灵的意义而已。其实约旦河水是很浅的，也不是一条大河。亚兰国那个大河比约旦河大多了。乃曼就想，这我要到那河洗，还不如在我们那个国家河，我们的河不比它宽多了吗？这个先知在欺哄我，在骗我。那我也会讲，我们呼兰河，我们黄河，黄河不能洗，跳进黄河洗不清了。总而言之，我们的河比约旦河宽多了。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认识主啊，我们会带很多固有的文化传统。乃曼也是如此，他就想，这个先知之病一定要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绕几圈，然后默默地祷告他的神，我才能得治嘛，对不对？为什么他让我约旦河，他也没按这方法治，他让我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觉得寻求神的方法一定是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圣经一定是写错了。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需要一个谦卑。这乃曼大元帅有知识啊，可能也别的先知给他治过病，都是在他脑袋绕几圈，默默念咒，然后这个或者像中国的那个跳大神的，先把神请来跳一跳，然后这个给他嘴上吐点火什么之类的，觉得这有点神奇。可是这个先知没有这样，就让他到约旦河去洗几次啊，他觉得他不能够认同。他的仆人很聪明，所以有时候这个主人呢，需要仆人的规劝。这个仆人说：“如果先知让你做大事，你难道不做吗？不就做这点小事吗？你先做试一试。先知就是让你做大事，你也得去做。那我们也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多人，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大事那才行。我们有时候听到耶稣基督福音说就这么简单，我们信了就得救。”你看那佛教，那你每天早上得上早课，还得剃头，剃成秃子，还得受戒，然后还得不能够结婚，不能够吃肉，戒很多东西，然后才能够一点点的到老了才能够到一个地位，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才对，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长大的。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神的救恩就是他的主权，
神的救恩给我们是因为他有主权，他要什么方法给你就什么方法给你，他就简单一个方法，认识耶稣基督，信靠他你就得救，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恩典是从他而来，救恩是从他而来，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样的美好，所以这个乃曼就去洗了七次。洗了七次怎么样？好了没有？好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到约旦河里照着神人的话，把他管以利沙叫神人，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个是，你看那水有医治的恩赐，医治的恩赐，所以圣灵的水也有医治我们心理疾病的恩赐。不管我们带有什么样的重担，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水都洗净我们。所以第三点就是，当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显大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我们要渴慕，有渴慕主的心，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圣灵的充满，渴慕让圣灵充满我们，倒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认罪悔改来倒空我们自己。所以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人懂得饥渴的人，他才能得到饱足。如果一个人里边很多的思想哲学都已经装满了，圣灵很难进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倒空我们自己。不管我们过去存在着多少的世界观，我们中国人从中国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也就学到了一个里边的，列宁。我们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里边其实我们也就学了一点，叫暴力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行动，这个暴力革命是我们学到的，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没学多少。多少人看《资本论》举手？有没有看《资本论》的？没有嘛，我们没有看过《资本论》，我们没有看，所以我们对马克思也是不懂。那当然，我们除了马克思以外，我们还有中国的东西，我们有老庄的逍遥主义，我们要孔子的人本主义，我们也有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也在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也不多。我们连百家姓都背不下来。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对中国的文化也是没有根基的，我们很杂。当然现在年轻人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要学到了美国的这个个人主义，专业主义、虚无主义，我们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去学。所以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念书，我们读什么尼采、叔本华、康德、萨特、存在主义，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很能够满足我们一点，总是比我们的老师讲的东西多一点，可是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的新的观念，圣经的世界观。我们让这些东西都离开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耶稣的爱进入到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必须倒空自己，像那个妇人是一样，他要倒空他的水罐。第二，他要来到主的面前，他要对主的话语有信心。他知道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生命的水，所以一个必须让井水，让那个生命的水在我们生命中流通，不能够堵塞。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中，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生命中流出去，流到哪里去？耶稣说，要在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涌到永生。一个人的生命中，当我们领受了生命的活水，我们就需要圣灵来在我们生命中流淌，让祝福从我们生命中流出，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那个能力，是因为他可以把他生命的祝福留给别人。约旦河的水就是一直流的，一直流的，一直流的。所以约旦河这个里边的鱼就很肥美。那约旦河流到最底下就变成一个死海。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地区是个死海，很有象征的属灵意义。那个死海水就到那儿，他就都不给了，谁都不给了，他就关到自己的里边。所以死海的水是死的，是臭的，是不能喝的，盐分是大过了大海的七倍，人躺在上面可以不沉下去的，死海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什么都不生长了，也没有鱼了，据说只产一种小虾，那个小虾大概是不能吃的，也非常盐非常重，是给
动物吃的那种小虾，跟鸟吃的，鸟可以吃，什么都不馋的。所以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我们得了全人的医治，我们就应该把神的话流出去。所以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传福音不是说牧师的事情，也不是传道人的事情，传福音不是说信主时间长的人的事情。其实传福音最火热的一批人是刚信主的人。你想一想，我们很多现在我们都信主很长时间了，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年，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传过福音没有呢？我们有没有向一个朋友介绍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向一个朋友分享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好，我们得到了救恩，啊，我们有了生命的活水，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生永远不渴了，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生，我们也会保证我们说我们这个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的一生。可是我们却忘记传福音，所以这个传福音非常的重要。你看那个妇人，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耶稣说出他生命中的罪，耶稣告诉他，你要喝我生命的水，你就永远不渴，那他就领受了，他就把他那个盛世界水的罐子丢下了，他就回到村里去说，我遇到了，他就是，莫非就是那位基督吗？他把我过去所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他就是基督。所以那时候全城的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都认识了主，那个全城人都得救了。那我们今天呢，信了耶稣，我们信了很长时间了，我们有没有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传福音很重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活出生命的喜乐，活出该有的喜乐，不要像世界人一样啊，不要像世界人一样，不要在忧虑中生活啊。如果我们每天去看心理医生，我们每天都是充满了忧虑，家里充满了问题，我们也没有能力传福音。所以美国的医学杂志说，平均每六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曾经或者正在受忧郁症的困扰。那网络上关于忧郁的连接至少超过三亿条，我数不过来，太多零了，我多少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零，前面还有三位数，多少我都数不过来。中国每一年有28万人自杀，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死一半没死成。这些都是不仅是。不是说我们没吃的没喝的，我们小的时候没吃没喝，谁也都不自杀，对不对？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我们也不自杀。我们希望有天到共产主义，我们就好了，啊，我们那时候还有点理想，有点盼望，共产主义没有达到，到了小康了啊，大家吃穿都不是问题。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越物质发展的地方，越工业文明先进的地方，科技最先进的地方，自杀率是最高的地方，是因为世界的东西使我们得不到满足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成为全源，涌到永生啊。所以我们就要参与服事，服事主，荣耀主，敬拜主，让圣灵的活水借着我们涌流到别的肢体。我们就需要在聚会中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赞美我们的主，人人赞美他，让圣灵的活水在聚会中涌流，将主所赐给的恩赐应用出来，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更多。所以马太福音13:12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啊，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太效应，对不对？在经济学上叫马太效应。一个人他里边圣灵的能力越大，上帝越把能力赐给他。一个人服侍主，他越愿意服侍，上帝越把更大的祝福赐给他。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那么慢慢的这个就死了。很简单，如果你会唱歌，你不去赞美神，有一天你老了就唱不动了。你最美的时候，你没有去服侍主，用你的歌声，你有一天你就唱不动，你就唱不动了。你想是，如果你到了七八十岁，你再唱，你不可能有二三十岁、三四十岁那么美妙的歌声，因为你从体力、声音各方面你都不行了。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要把最美的，在最美的时刻献给我们的神，献给我们的神，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所以不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停止，所以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永得永生，让神的活水永流进来。